次问老师的问老师的题目的时候，把这个表情发给老师，老师就以为他在敲打他。这个表情我们这里的都很多是认为是敲打对方的意思嘛，啊，老师就认为他是有点不没有礼貌嘛，啊，他其实已经解释了，就是没有存在这种意思哈，互相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啊，这个误会打消了就没什么了。